别人家刚演完，谁说完你刚放完了，你完你的又去放的、嗯、啊？那个太好，他们一说站家跟前儿，大家说。我操，那年也那片上的，那个病毒净往国外卖，国内卖的还少。那就啥呢？那玩意儿适合早晨吃，一般早晨他们都吃那个东西。600块钱吧，咱不那个酒能放过期吗？就是俺来那小子拿那个劲儿，贼痛快，咔咔的。说你行那个。能把一个车系的配件玩明白就行。配件系，坑人呢！临走整分头箱，他只能记。还干起来！我看看他那小子一整来厂子，还一整网名就干不倒。嗯，那没事，他家能晚上能支援他，就是以前那徒弟，给人钱呗，然后帮他干。下午就能装抬完了，就剩一个，仅此一个。嗯，就准备工具，等着马上擦一擦什么的。大姨那个。对呀，挂了。他怎么会能比我高级？是不是大弟？